大家好，我是小朵。等等退潮以后下去赶海了，好几天没赶海了，因为最近海鲜不是很多。差不多了，哎呀真好啊。啊牛嘞，前方这什么情况，自己玩都不要啊。你们看啊，来看哈，一片海星，来看到没，钓大的，钓大的，看到没，看一大片，刚下来啊，今天这是个好兆头，刚退潮就是好，看到没，看到没，刚爬上来，哎呀大猫眼啊，瞅这个的，哦哦，还有个小海星，这里啊，这个小不要了。你这个骗子，这地方有大毛哥，看到没？你这个骗子，看看这个，应该是个带肉的。哎呦，海螺哟，看到没？我还寻思是个壳，刚才。这是个，哎，小海螺，再找找，哎，你也再找找。Oh my god， 爽不爽啊？哎呦，哎，你看看这是它的嘴巴，哎呦，专门用这里吃东西啊，你看。哦，这个大海星，这个得要着。看这里哈，看到没啊？看到没？你这个骗子，搞了半天是个寄居蟹呀！我还以为是个海螺嘞。出来，一只大寄居蟹在里面啊！这种大个头的比较聪明，看它爪子。看到没，出来烧着，快看快看快看，这个什么情况，嘿嘿，哎呦，这个大毛哥，这怎么回事，这是大毛哥把这个拖腿虾给夹住了。当时他俩的场景我都能想象出来啊，这个虾上去一钳子被大毛哥上去一口就逮住了，你看这就给吃了，这样怎么挣扎也没用啊，给掰开，哎妈呀，掰不动啊，掰不动啊，小虾没办法，哎还活着哦，这个虾还活着哟，你看刚才还动它了，那没办法了，只能带走了。毛哈子啊，还不小，大毛哥。抓个好东西啊。跑得好快呀，老朋友，我来了，最近可好啊，来让你们看看，靠河边的挖河蚌，对不对，我们靠海边的挖海蚌啊，没见过的朋友让你见一下啊，来，哎哎哎哎，怎么样啊，来表演才艺。好几个小时过去了，回去了，不抓了，也没啥货了，那个感谢朋友们的支持啊，拜拜。